是说要有同样的轮廓，才能被算作是一家人？是不是说会有很多个以后，无论怎样都属于我们？是不是说会有说不完故事归你，归于我们一家？我会在这里傻傻的一直等你，不管大雨是否突然来袭。我会在这里将一切安排就绪，只等你一句。我会在这里默默地守护着你，就连呼吸也怕打扰到你。也许这就是家人的意义，多美丽。鸡蛋干怎么做的这么好吃啊？改良了一下，啊，加了点蒜，嗯，好吃。快点，快点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今儿怎么这么丰盛啊？最近咱们这小吃店啊，效益越来越好。房东啊，答应把二楼免费租给咱们了。那个二楼啊，好几个卧室呢，可宽敞了。等你们上大学了，就可以搬那边去住了。二楼还有个小书房，可好了。哎呀，这样啊。咱们这个家就可以好好的装修装修了，我已经约好施工队了，过两天就上门。哎，这段时间啊，你先去吴炳那儿住，等我们把二楼那个卧室啊收拾出来啊，你再回来，啊。哎，我说你们俩怎么了？感觉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。高兴高兴。哎，对，叔，我敬你一杯。喂，你要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少跟我装！你为什么突然把二楼房子租给苏玉家？现在承认是苏玉家了，当初怎么不说呀？许你接济他家，就不许我接济吗？你有那份善心，我才不信。我对他没有，但是我对你有啊。这样不是正合你的心意吗？行行，挂了。你站在这干什么？是你干的吧？什么我干的？让你哥免费把二楼租给我们。你怎么知道那房子是我哥的？你哥打电话告诉我的。什么时候？小店还没装修完的时候啊。你竟然瞒了我这么久，害得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。什么叫我瞒你啊？谁先瞒谁啊？等一下，你竟然跟我哥私下有来往？你这什么脑回路啊？没法跟你交流了。
好不容易过了分数线，还要来一轮复检，这就是个坑啊！大好的暑假时光，大家都在吃喝玩乐，我却在这训练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家那边太吵了，睡不着。再吵还能有教室吵啊？别墨迹了，赶紧跑。岁这腰就不行了，改天找个中医看看。苏玉哥哥，你是在给无比哥哥打电话吗？对啊，他也没接，不知道在干嘛。你那个不好使，还得我这个。你看我一按，它就亮了，无比哥哥那边也会亮，他一会儿就会主动找你的。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莫乙，这一脚怎么算？你干嘛穿无比的衣服啊？我为什么就不能穿他的衣服？你们俩不也经常互换衣服穿吗？我是指，你干嘛换一件衣服穿？我的衣服刚才在车库弄脏了。听无比说，你爸的腰很不好。我认识一个国宝级的腰椎病专家，你可以让你爸去他那里看一看。真的吗？不过得提前预约，不是什么人都能约到的。那，你帮我约一下。正好，他明天上午8点有时间，我已经帮你约好了。谢谢。
怎么了？你没事帮他理发干什么？是我让他剪的，他说他会剪头。我去洗个头。你来这儿干嘛？我明天有个案子要开庭，来这儿通知你一下，你明天务必要到场，就算输了，也能有个人接应我。几点？上午9点。你以后尽量少招他。怎么还成我招他了？我什么时候主动招他了？他这个人不像我们这么简单，他能比你想到的复杂的多。我跟你说过，墨家的人都是变态，没有一个好惹的。他爱什么样什么样，我没兴趣知道。不是说让你了解他。嗯，起床没？你那官司不是9点才开庭吗？这刚7点。你以为这是上课吗？可以踩着点儿进来。行了，知道了。你怎么也起这么早啊？我爸最近不是腰不好吗？我给他约了一个老中医，带他去看看。怎么约那么早？那可是国宝级的专家，你以为想约就约啊？要不是你哥，我还约不上呢。苏玉，我来看。你不是去法院吗？我还是送你去吧，送完你我再去法院也来得及。咱们又不顺道。你这刚拿驾照几天啊？我不放心。你刚拿驾照的时候不也直接上路了吗？再说了，你哥不是催你吗？不管他，我一定要送你去，不然我不放心。上车。到哪了？刚出小区。大概还有多久到？说不准，我得先送一趟苏玉再去找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啊，你等一会儿不行吗？反正我肯定能准时赶过去，耽误不了你的事儿。你上了他的车。哎呀，先不说了，挂了。
刚才没吓着你吧？以后开车尽量少接电话。伤，快叫救护车！都是因为我，不然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。你说我们两个
要有你保护我，无论多么危险，你都不会走的。我相信你说过的每一句对我的承诺，不会丢下我。感谢你陪着我一同遨游，在这个世界里品尝所有，好的坏的不重要，只要我们在彼此左右。感谢你从未有一次保留，哪怕是为我用尽了所有，你做的已经足够，这次换我来守候。你说你也挺厉害，这么多年摔摔打打也没留下个疤。我也想留疤，留疤多帅啊！结果无论我怎么受伤，身体都能恢复好了。没办法，浑身上下都是这么滑溜，对吧？哈，那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想当航天员。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扯？怎么会？就你这身体条件，文化课再努努力，完全可以考上。真的？当然。最重要的人更是一家人。感谢你陪着我一同遨游，在这个世界里品尝所有，好的坏的不重要，只要我们在彼此左右。感谢你从未有一丝保留，哪怕是为我用尽了所有。你还有复检呢，做的已经足够，这次换我来守候。哎呦，你得把它平放在地上，你这样抱着它很危险啊！你别碰它，别碰它。只要我们在彼此左右，感谢你从未有一丝保留。谁能把他叫醒？谁能给他止血？你做的已经足够，这次换我来。刚才医院打电话说现在是早高峰，这救护车堵在路上来不了。哎，吴斌，吴斌，你坚持住，你坚持住好不好？你妈已经这样走了，你不能再这样。吴斌，你听，是朵朵在叫你。你不是说好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吗？你的时间不能停在这一刻呀。吴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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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护车从哪个方向过来？啊，东边。米拉，米拉，你是多么美的花。米拉，米拉，你是我最难舍的下。你总是有很多的想法，偶尔还没那么的听话。你不是走了吗？我让司机先走了，然后跑着过来追你的。可真是你带来的牵挂，才有完整的家。我是你哥，你是我弟，我们彼此不是多余的。因为有你在我身旁，一切都变。可算找着你了，快收拾东西回家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的节日我都陪你过。无论
论你在哪里，家都会在。在那个地方。迟到了六年的生日礼物，我替我妈妈送给你。怎么跟超人变身似的？谁变身能有这么帅啊？以后我要把这张照片做我的电脑桌面。不能有事儿，我们那么难的日子都熬过来了，我们还有那么多地方没去，还有那么多节日要一起过。精神永远不需要体贴呵护，但是这一刻我发现我错了。你也会受伤，也会失落，也会一睡不醒。原来我这么惧怕你的死亡，怕到不惜用我的一切去交换你的生命。只要你能活下来，在那个地方。好了，苏月，苏月，你爸娶了我妈，你还在这跟我装穷套近乎，还想怎么羞辱我？开门！你以为我想当他儿子？在他们这段婚姻中，我不是受害者吗？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个完整的家？
因为有你在我身旁，一切都变得美好。